你做人小心，如果被人柄啦。阿嫂个女得几岁咋？你搞散人哋屋企啊！你玩够未啊？我唔系大班亲生仔，你都冇当我系仔，我食晒佢，食啦！咩事啊？我要见父母得。我最憎俾人要挟噶。爹哋咧喺本字典里面根本就冇亲情两个字，只有计算同埋利